再来做就做好了。好，肉体啊，肉联系是不？刚才讲锻炼，啊，总共有10个项目，主要的目的啊，就是陶冶心性，另外让我们金门的金营能够有一个娱乐场所锻炼，也增加我们的战斗技能。 再看，它是的，它会不会结果子？可以，结得很小，可以吃吗？不行。